继续玩嘛，玩不想睡，我们一定要努力，这次一定要争取作业成功。要赶快给我妈添个外孙，不然的话我妈就被林洛诗那个假骗媳妇给拐跑了。好啦，乖啦，你乖乖休困哦，先困吧，咱再来打拼。一起睡，那你先睡哈。哎，心雨，嘘，困起啊啦，以前我困啊真死，我看哦，应该困啊明仔透早才会精神。哇，安尼真好诶，我就是调课仪哦。管好嘴，因为呢，你几项拢是我的。那你今仔房间，我今日一定给你嗨到天亮。哎，无啦，我要伫遮。伫遮？那不心雨困伫遮呢？因为伫遮安尼较刺激啊，你放心啦。你是我的查甫人呢，因啊，我爱你离开我。啥物？啊，铁骨啥啦？铁骨这两天足够惊寒，我惊伊是毋是破病，所以出来来病院检查。结果医生拄则讲，铁骨血红素偏低。医生即摆嘛无清楚原因，所以伊想要了解一下爸爸妈妈的状况，看囡仔是毋是对爸母家有得着遗传性的疾病，是海洋性贫血，上好是做一个抽血检验。我会记张正浩的资料顶面无写讲伊有病啊，伊哪有可能甲病遗传落囡仔？啊，爱抽血检验。是安怎呀？啊，你面色哪遮尔歹看？无啦，啊，不过我会记，我真健康啊，无这方面的毛病啊。我是医生呢。我知影，啊，不过就算你无这方面的毛病，嘛无代表讲你袂有这款的遗传基因啊。嘛有可能你的基因是阴性的，所以才会看袂出毛病。医生是建议讲，咱含铁哥做伙做抽血检验，啊，万一若是真正有啥物问题，嘛通好根据遗传基因做出正确的判断，安尼对囡仔才是上好、上完善的。我理解咧，啊，一时啊无抽血，那就袂用的。啊，若是讲囡仔有遗传的问题，我煞无迄个基因，那咧唔就代表我唔是囡仔的爸爸？
搁耍来，我来买花，那花会贵啦。春浩，你是在想啥？无啦，我咧想，囡仔会有这款的病，敢有可能会有其他的原因？啊，既然你人我进来啊，咱就做伙去做抽血检查嘛，予医生来做判断，总比你伫个遮想要头壳拍开搁较好啊。那你抽血，我只要将迄检验报告小兑换就好啊。这小块代志尔，尔简单，敢有需要遮尔烦恼？你放心啦，这我会处理啦。啊，你这机器即马遮尔好用着，我一定会尽全力来甲你保掉的，袂让你歹看的啦，啊。你明仔处理啊。我着将迄血液样本换做另外一家人就好啊，所以安怎验拢会过啦。你放心。国家安怎严？铁哥拢是你的亲生后生。病医丁同志，我检验报告出来啊，医生讲哦，咱一家伙啊拢无遗传疾病，所以我感觉心情足好个啊。一阵嘛，所有烦恼啊，搁有惊吓，拢伫今仔日哦，拢无啊。安尼真好啊。所以我好啊，感谢你庆祝一下啊。我就感谢你哦，就接到我的电话就随赶来陪伊。我心内足不安、足紧张的，刚才有你愿意跟我斗三工，而且我认为今仔日有这么好的结果，除了你斗三工以外，嘛可能哦是分着你的好运气，以前才会这么顺利。无啦，我无这好啦，你安尼讲我的心虚啦。嗯，你有啥物好心虚的啦？讲真的。之前你自己冒着性命危险来救我甲志明的时阵，我就一定相信你啊。而且你是一个医生，你讲你自己无遗传疾病的时阵，我嘛应该爱听你的话。不过你嘛知影，铁哥伊是我心肝宝贝，伊在我巴肚内底的时阵，也对我食袂少苦啊。出事以后，日子嘛过了无算轻松。所以我一直拢真烦恼伊的身体，啊，不过加在你愿意陪我做伙做检验，让我相信铁哥伊真正平安无代志，我们才真正当安心。那是因为你是一个好妈妈，天公伯也知影你的用心，所以才会保庇你甲囡仔会当平安健康啦。哎，对啦，等下咱食饭食煞，咱带铁哥做出去行行咧，好不好？好啊。铁哥足久无和你做伙散步啊，咱做伙来行行咧，下当和你做伙耍、做伙散步，一定会足欢喜。无安尼好啊，较等下我先带铁哥出去散步，啊，你先煮饭，散步完我再带伊回来食饭。安尼嘛好啊。应该铁哥过敏断言的时阵，无抽血做一份报告。是不是应该做伙调整较快？奇怪，两个拢是铁哥的报告，是安怎数据差这多啊？我搁听讲，还是我甲郑浩佮铁哥的资料啊，因总无可能问唔着。检验报告是假。小安，咱是安怎？佮伊由头到面啊？之前我发现铁哥检验报告有问题，我去病院请因调查，结果真正是抽血样本出问题。啥物问题啊？有人早起去检验室，把咱的抽血样本调包。想袂到遮竟然会发现。正好。这件代志，你有甚物看法？你认为是啥会去破坏咱的抽血样本？我唔知呢，我
我想应该是病医出什么差错，那无像伊这无聊啊。嘉文，你若是无放心的话，那无通阁找一间病医，阁做一届检查好。刚刚正好真正甲这个代志无关的。好，我到着啊！好，好。好，我伫只看到二姐你。啊，甲我这个无缘的二姐夫伫遮咧食饭哦。啊，既然大家这么有缘，无我嘛倒倒来做伙食饭好啊。袂用的。嘉文若是无意见，我嘛无意见。那阮二姐也有人上好啊，伊一定无意见啊，对无二姐？是啦，菜我已经先点好啊。你看你想要吃啥，你坐你点。好啦，正好，我想二姐，其实哦，免这样麻烦啦。你点啥，我来吃啥啦，吼。实在咧，你看一点好。是讲正好，等你吃饭煞，你送我回去，我可以当先再起来看一下铁哥，该算一下。哦，好啊。袂用的啦。你吃饱拢几点啊？时间怎晚呢？张正浩，你看我唔是还阁有代志？对，我今日确实是无方便，因为我有重要代志要办。欢欢，你莫了做，我唔知你变什么棒。你安尼甲正浩对调调，是毋是正浩直接派你来监视？无啦，二姐，虽然讲嘉文姐是阮哥，啊，不过吼，那安尼你跟我讲啊，为什么大伯你一出现，正好讲我在那吞吞吐吐，有话唔敢讲？正好，所以你真正叫嘉文姐威胁对不？我无啦。哎呦，二姐啊，你莫误会我啦。我甲阮哥真正是无共款的人啊！我无可能替迄种哦无血无目屎的人去军中，也是威胁任何人呢。你莫甲我当作是托尼，也是甜甜迄种人呢。哪样啊？我真正就冤枉的。正好，我拜托你想个清楚，你是要继续安尼去予人威胁，还是要赶紧脱离江宏杰控制？歹势。我想法甲做好了，我知影你即摆无法度理解，嘛无法度谅解，也毋过我已经无退路啊。我有一定要甲蒋龙姐继续合作的原因。既然若是安尼，我嘛无话通讲啊。你家己决定，我先离开。嘉文，嘉文。即马嘉文拢停到厝咧顾铁哥啊，你敢当免啊？你甲我对调调啊无？无法度啊，无所在通去。你会当当去睏一下中昼，还是去掠一下凉的？非得你敢会当卖安尼甲我对调调啊？你袂家己哦，我感觉足压杂的呢。啊，我唔着爱多谢你哈、啊，我的心肝内就是哦，替你温暖迄个天大的秘密，我唔知会过到这尔辛苦。是，你辛苦啊哦。我到吴教授食只中昼尔，你莫缀条条，你袂烦哦。就是惊你会憋空啦，唔只甲你缀条条。我憋空？你讲对啊，唔对啊？这是关系到我生死的大秘密呢。无你即摆当作我是有狗条命，通我慢慢仔算，也是嫌我即摆命伤长啊？你搁敢讲啊？为着你这个天大的秘密哦，我即马出去行哦，拢偷累累啦。伫咧外口，足惊哦，拄着迄识西人，会无说伊哦，讲闹到去啦。就连电话哦，我拢唔敢后壁乱接。你看啦，我为着你哦，变到这尔痛苦呢。嗯，啊，这唔着拢是特级做得来的。是讲你的秘密，我想要阮无偌久哈，是一礼拜还是一个月哈？警告你哦，你若是唔赶紧解决，我这个炸弹啊，无得甲倒一天挡袂着，就会爆炸哦。正好看起来真正足有问题，到底甲黄黄讲的天台秘密是啥？
总好过讲这关系着伊的生死，我一定想办法查出来。